一定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，我有前我就一定会有后面，我有这边我就一定会有这边。所以他们两个手放在一起是平衡的，你不能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有点难，你知道吗？听出来意思了没有？手放在刚刚我说的那几组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，也不一定每次都要合上去。做一次是精彩，做两次呢，哎还不错，第三次你觉得没意思，明白了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遍一句一回里面尝试做两种，做不同的，每一次都去尝试，而不光只是。还有女生超级漂亮干净的鬓角，我说了不需要赚很多，那你到这里我让他们想想去做的动作，回到脊椎，回到脊椎，看这里最后的这个步，脊椎是有移动的，不是我转完最后一圈就直接落脚，不是在这里，能听懂了吗？做两次啊，第一种直接走中心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家最后停下来就停在这里。第二个是我提到两脚中间，身体并拢在你的前面，然后下面就是我看到脊椎还原到后骨的这个全部过程，这个过程清楚了没有？这个地方是漂亮的地方，不是说我转完之后。转换，记住了没？所以说，转完之后你要留一点点时间留到这里。4 and 1 and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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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